哇靠！来，哇操！来，这个技能我已经有了，这技能我已经有了，不抽了，发了给你，碎啦。哇，打到这么远去了，打到这么远，哇，哎、欸，很热闹哎，很热闹哎，还不赶快来，走，我们去凑热闹。哇，总算有东西打了。记错是送的有多，我用赠送的记错是送的有多。每一天可以送两次，交换两次，记得要用好用满。明天我们再换。耶！哇！Kiki，Do you love me？太扯了吧！他的萨拉丁，欧了两个宝箱，开到两个文章，酸死你！Nice。不要因为我 pass，你就开到文章哦。你不要因为我 pass，你就炫耀你开到文章。我是可以忍耐的哈。后悔没去了吧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后悔。不要炫耀，你开到两个文章哦。没有后悔，没有后悔，没有后悔。哎呦，我的军队要到了。等等，来开个古卷跟他们打。
beat, keep on feeding, keep on feeding。来来来，开古卷跟他们打，没有回头路了，我们没有回头路了，好吧？没有回头路了。克制兵种效果降低 80%， 来，我们没有回头路了，直接打起来。我们先把阿明打掉，我们先把阿明打掉。哎，为什么不能攻击？又是因为堡垒吗？那我们赌这个，我们赌这个指挥所。我们的古卷开了就没有回头路了，没有回头路了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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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哇哇！出来迎接我呢，出来迎接我呢！哇，全部人出来迎接我呢！来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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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呀来呀来呀！哇，好多人啊！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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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很多人啊，很多人，很多人来打我，很多人来迎接我，很痛，很痛。很痛，我又打掉，我打掉两队了，我打掉两队了。让三和武士断后，暂时撤退。没关系，我们会马上回来的。竟敢出来迎接我！罢了，鬼石。太多人了吧？哇啊！来，我现在有的是古卷。再来啊，再来啊，两队被我打掉了，你还敢来？过去一小时内死掉的阵亡的兵 55%， 哪个比较好啊？千万、十万、六十万、三十几万。姐姐比较好，什么东西姐姐比较好？什么姐姐比较好？你说哥哥不好吗？姐姐不好，姐姐比较好。我不好吗？我不好。
又有救护车，要来载你了 ，Lisharky， 救护车要来载你了，你让太多。 小姐姐受，你让太多小姐姐伤心。 哇，不够冰欸。 让护士姐姐我来耶。 哎，你的救护车和我的救护车有差，<笑>是不是比较想要我这边的救护车啊？是不是想要我这边救护车？哎呦，他们人很多哦，他们人很多呢。 哇塞，苍井老师，哇塞，不可取，不可取，看不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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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母汤，母汤，不可取，不可取。 出阵，讨伐朝敌。
吹响号角，进军。 立马在看吗？没有啦，没有，没有，怎么可能？哪有？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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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我在看那个 FIFA 下一次是哪队对哪队？ 阿根廷跟克罗埃西亚，法国跟摩洛哥，哇，这两队哦，这四队，觉得谁会拿冠军啊？好像蛮好猜的嘿，好像蛮好猜的。我觉得克罗埃西亚有机会诶。 北韩已经出局了啊！北韩已经出局了。哦，我们的嘿嘿嘿，我们的队伍出来了，我们队伍出来了。哦，我们的人全部出来了，可以。嚯，你们看，你们看，很多很多，来了来了，我的队友来了。刚刚他们欺负我是不是？他们刚刚欺负我。 为什么还没有红线啊？来来来，我的队友全部来了，你看这条红线多厚多直。可是他们人好像比较多哎，他们的人好像比较多。哈哈哈哈！来了来了。 粗吗？很粗啊！你看，你看多粗！你看这些线，是不是？来来来，我们的人到了，我们的人到了，哈哈。
你看多少人？多少人？嗯，没有很多，没有很多。他们好像比较多，他们人比较多。没关系，我们去尽一份力，好吧？我们去尽一份力。姐姐们看到会兴奋吗？这个还真不知道哎，这个就不知道了。这个要问小姐姐们。哎，他们出来，他们全部出来。我们帮忙打那些旁边的，在旁边要攻击我们的，我们帮忙打。你看，就像这个 RUS 要来的这个。响号角，进军。放满营，帮忙尽一份力。我的查理曼撑很久我的查理曼，我的查理曼撑很久了，有没有人来救我？没有人来救我，我被围殴了，我被围殴了，我被围殴了，不，我被围殴了。他们人太多，但是我们也有清掉三十几个，我们三十几个队清掉三十几个队，差不多，实力差不多。最后一场大师会不会守门员呢？守门员是什么？最后一场大师会不会守门员？你要怎样？你要当那个克罗埃西亚的守门员是不是？我一二四人物总算开起来了，你放那边很久了哈，你放在那边很久了是不是？是不是放很久了啊？是不是快长灰尘了？对啊，赶快开起来，一起来玩了啦！一起来玩了，就是被守住没上大师哦。开起来159等，等级也蛮高的呢，等级也蛮高的呢。哦，谢谢托尼耶，谢谢木木，谢谢木木诶，谢谢木姐，谢谢托尼，做功德。你去你喂他。去你喂他是在对他好，然后你也会好运一整天。都被怪一巴掌打死的，有这么惨吗？159等还蛮高的啊，159等好像还蛮高的啊。哈哈哈哈哈！
他们还有二十几个队，好多、哦。我应该没兵了，没兵了，没兵了。木杰在潜伏太强了，对啊，太在潜伏太强就有一点不想来后面的跟我们一起玩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这样？是不是这样？嫌弃嫌弃。一巴掌打死杰夫，哇塞，真的可以哦！我觉得潜伏的真的可以一巴掌打死我，真的可以，真的可以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我去上个厕所。你们知不知道哪里可以看那个世足的回放啊？哪里可以看得到那个世界杯的回放？有哪里可以看得到回放吗？可以私讯我那个连接吗？连接，想看某一些某某想看某一场的回放，有几场我 miss 掉了。有人知道吗？有的话可以提供给我连接。我现在都被姐夫一巴掌打死了，没有，那只是因为你那个是1124服的新角色。如果我去前面几服跟你玩，我就被你一巴掌打死了。手下留情，我去前面几服，我才要跟他手下留情吧。我去前面几服，我才要跟他手下留情吧。我现在没有那个力气去前面几服再玩了，我就去当炮灰可以啦。来呀、啊，我们全部派 T3 出去。T3，如果要我去当炮灰的话，那就可以。
他们来了，我们去防守，走，我们去帮忙防守。哎，我五支队伍又来了，帮忙防守呀。对，我忘记跟你们说，我今天下午有玩 FF14， 然后我打那个，反正我就打最我目前能够打到的最新的副本，总算感受到那个热血了欸。我现在50等，然后我那个副本是我46等的时候打的，哇，总算有感觉了，真的有感觉了，那一场副本很热血。音乐啊，然后整个战斗感觉啊，哇，那个，然后那个大魔王是泰坦，超爽欸，有欸，有感觉。前面我跟你讲，前面那几个副本根本是小菜，根本是小菜，都还感就是还感受不到那个热血。今天下午我打的那个副本，哇，已经开始会跟那个场地做互动了。那个大魔王整个跳上天空，然后再从天而降。嘣！整个场地旁边会越来越缩小，然后我们要一直闪。然后今天我还跟其他玩家一起打那个副本，有感觉，有感觉，不错。今天打到的那个副本很有感觉。我们的人变少了。出阵，讨伐朝敌，行军，直到吹响号角，进军。你们太有默契了吧！你们也太有默契了吧！你们是怎样？你们同时欸，你们同时按欸，是怎样？你们真有默契，你们真有默契。
怕你孤单，不会，不会，我也差不多了，我也差不多要下线。可是你们刚刚真的是很有默契诶，同个时间诶，你们同个时间按是怎样？哎呦，来打我们哦！跟他玩，可以可以。你们有没？你们知不知道哪里可以看到那个足球回放啊？足球回放，我有几场 miss 掉了，我想要去追来看那个世足回放，有没有哪里有放啊？哎呦，这是谁？啊，这个我打不过，这个人我打不过。YouTube。可是那个是 highlight，我要看整场，我想要看整场比赛，我要看整场的，全场，看进球而已，看，对啊，YouTube 只看进球啊，我要看全场的。我到现在还是没办法接受，没办法接受巴西输了，有一点难以置信，真的是难以置信。我本来是预算他们最少可以进四强啊，我本来看好他们最少可以进四强，结果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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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打哦，打起来哦，打起来哦，T3 打 T3。我的那个，我的汉尼拔队真的是很废。Yes。哇，他这两队很强。我们刚刚打前面一二名的超强，我们打不过诶，我们打不过，哇塞，打不过诶，完了，剩我了，剩我一个，完蛋了。完了。可以吗？再打掉一队，再打掉一队，可以吗？哦，yes，yes，打掉一队了，打掉一队了。他是第一名啊，就这个玩家第一名啊，超猛，真的是超猛。不知道 B 站有没有？B 站哦，你说巴哈姆特吗？巴哈吗？巴哈会有，巴哈这么神奇，什么都有。OK，我的军队全部都消耗完了，我的军队全部死光光，全部死光光了。
哦，哔哩哔哩，哦，哔哩哔哩，我还以为你说巴哈，4P 站，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，那个就不是足球了，那个就不是足球了，好不好？